睡觉喽，躺在床上。哎呦，怎么搞的呀？我怎么从床上掉下来了？这个床怎么这么奇怪呢？怎么了，贝尔姐姐？我刚才躺在床上，从床上掉下来了。是吗？那我躺一下。这不是好好的，我怎么没掉下来呢？那我再给你试试。上床喽，你看。哎呦，摔得好疼啊！这个床一定有古怪，我不要了。给你吧，白雪。这个床真的没事的，那你慢慢的躺下就不会掉下去了。真的？那我再试试，慢慢的躺，慢慢的躺。耶，我真的没掉下去。哎呦，可是我一翻身还是掉下去了。这个床我真的不要了，赶快扔掉。很好的床啊，还是别扔了，留着我自己用吧。那你留着吧，我宁愿躺在地上，我也不要躺在床上。你躺在地上吧，我一个人躺床上了。